更多火药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又一个，哎啥？怎么会？哎，金钻就要来临了，可惜我不能抢到线。更麻烦一些。当心炸药桶，我把你救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打不死，升两级还有点机会，就当压不血量了。沾满鲜血。First blood。啊，血鬼也没那么好打。人鱼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您太美了。打也是莉莉亚，我还差五十，不然我这波就直接回了。和我一起沉默了。吉沃特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这边好像我也来不及。Double kill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未来是会变得更强。直接先回了。我怕一下 Q 不死他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更多火药，他怎么这么肉，将被海洋补充盐分。我操，啥鸡毛。憎恨，痛！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太痛了，我差点被嘎了。把他们扔给鲨鱼。我闪现点也没了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对吧，冰炮影菜刀队，我的归来。感觉树先生应该出 AP。
苏先生出 AP 就好了。他们这个阵容其实出肉感觉没什么屁用，他们这个阵容。让他们开枝散叶。走开！火花点。OK， 一个助攻，先攻掏五十，哦，两个助攻，好好好好好，这样我血蓝刀会出的快很多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烧吧！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他妈的，他随机好快，爽到极点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又失去了灵魂。当心炸弹头！等出完血蓝刀就好了，出完血蓝刀有机会惊现就不会玩的难受。前期打血鬼的话多多少少是要被他折磨一下的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痛，差五十，少个大招确实没有资格和别人打架，少个大招没有打架的资格，直接出门吧，看能不能少点亏兵，无脑吃 W 就行了。这是没办法的，前期打水鬼只是难受一点。但我有右眼了，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我不知道他们打野在不在，他们打野打完先锋不知道去哪了，也没有在下路出现。很有耐心吗？更多火药，爽到极点。再打火线。人们背叛了我。好受多了，他们的心已经塞满深渊。我的兄弟们来喽！这波过后就舒服很多了，我就西兰刀出完之后，他就已经不太好压我了，因为我有骑兵能力了，有骑兵能力的话，他就不太好去利用兵线去搞我。粉钻嘛，等我打完这把先。拆完喽，呼呼，真是什么的，
destroyed.胆撒兄弟们，赌油脑低着的 power， 胆撒血肉才有分量。就需要那个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差点钱，差50块钱。差10块钱，等等钱吧。想看无限火力吗？我都不知道是玩还是不玩。玩的话，玩的又不厉害。我要一路看亏。不玩的话，兄弟们又想看。我是做不到8把内旋的，知道吧？看运气，还要队友辅助我。就队友不辅助我，我玩的很垃圾。烧吧！我的心是铁做的。先开火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Triple kill. 他好像在打那个，我刚看到他一的特效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有看到他一的特效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。又一个血鬼心态崩喽。让你小子不抓我是吗？又投100多，我操，好爽。爽到极点。当心炸药桶。没看，你们没看到他一的特效吗？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我看到了他一的特效。好受多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过河。我看到你血盆大海了。丢，我怎么抢不过他呀？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给你的，我不解你能怎么样？缓慢死去。将是自己上的这些东西。哟呼，哈哈，他喵的，要早点解，早点跑算了。暴击闪现搞白了。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更多火药连起来了，还
差100块钱。差50，要么再清波线吧。再清波线吧。我少了他眼，为什么他一点防备都没有？这个没挂金，他在外面不动，我以为他挂在家里面。你们看点好东西哦，不来咋了华爷？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我闪现还差40多秒。爱你么么哒。我很少忘记事情。你搞什么东西？那惩戒也能触发面具的吗？哦、oh, ，yes， yes， nice， 这就走了。更多火药。差一点点，再打200块钱回家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又一个，我要暂时远离上。有红吗？人们背叛了我。有红不早说。黑不开，干脆把大龙打了回家吧。OK OK。